走就。我哋带大家去睇下自古华山一条路嗰条路啊！千百米，华山咧系成个五岳当中最高。点解呢个五岳呢都去呢個以中原為中心的地方咧，其他地方西重更加高，西馬拉雅山啊、昆仑山啊、天山啊更加高。未選嗰啲咧，係因為以前嘅皇帝嘅政治中心係中原，所以佢所去嘅地方咧都係中原為周為近。遠嘅地方咧，有啲係少數民族控制的地方咧，佢自己嘅領又得唔到，控制唔到嗰度嘅地方，你唔會去嗰度嘅。所以佢嘅當時嘅平原平出嚟嘅。给你前面去东风啊，超短，经过七一崖。
小队啊，哎，出门。索道停車場等齊人。